晚上好呀，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看能不能加个灯啥的，有点太暗了，感觉灯光不太好。哎呦。加点灯，看看会不会好看一点。哦，有点懵。换了前奏，你真的是。好了，今天就这么丑了。今天就这么丑了。脆弱的小爱。今天人很难受，全身都很痛。但是我一看，我本来今天晚上都播不了的，全身都很痛，只想躺在床上睡觉。没有，以后没有绿头鱼了。绿头鱼是给把我投进圈的粉丝的一个承诺。好，可是那个我昨天做了那个头发嘛。就太高了，然后那个绿头鱼头套戴不上去，然后我只能剪开，剪开之后又坏了，然后又戴不上。明天去按摩就好了。可是听说，听说那个生理期不能按摩，所以我就没去。他们说，我听说，那是我的福利。听说的，我不知道。然后眼睛好肿啊！对，我这两天要好好休息，不然的话后面还有连轴转的什么拍 MV、排练什么的，我觉得还得再那个努力一下。好好休息，我好好看一下，今天这样子都好好看吗？眼睛都这么小了，你们看我眼睛肿了，你们看看我的卧蚕跟我的眼睛一样大，这是。那不是眼袋，眼袋是到这的，眼袋是在这儿就会显老，卧蚕是显得可爱。你看，卧蚕是在这儿，眼袋是在这儿。你们看，卧蚕就会可爱，眼袋就会老。这个头发是金色的吧？我觉得，金色的。光有点刺眼。今天可以点歌哦，因为我月底了，大家帮帮忙，呵呵，凑凑。今天是声乐教室，所以大家可以点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的歌迷来看我。印象中我的歌迷，我的歌迷在哪里？晚上好，晚上好呀，晚上好。这就是黑色的头发，对，金色的头发，金毛。谢谢无尘线上的秋天的奶茶，好像又瘦了呢，脸又瘦了。在直播嘞，在直播呢，马来西亚现在疫情怎么样？会好点儿吗？哇，保安，谢谢保安送给我的皇冠，戴上来。你想听什么歌吗？戴上。
你想听什么歌吗？让我来给你唱。我明天睡觉，明天我要睡一整天，非常严重。我也听说了马来西亚疫情非常严重，所以你要自己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素颜看起来那么像那么小，有点儿。眼睛也这么小，我的眼睛要是再大点就好了。七里香，好呀好呀，窗外的麻雀是吗？只会越来越严重，不好吧？七里香。噔噔噔，我手机怎么拍？苹果。Hello。那饱满的稻穗，心
唱的都不好听，没关系，没关系，下次唱好点儿。谢谢保安的99个荧光棒，我相信我的宝贝们都会体谅我的。这个七里香还是挺有初恋的感觉的，就想到了赵天阳说。那个什么，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多嘴，这叫多嘴，多嘴。谢谢保安的99个应援棒，一个星星。啊吧吧吧，我有绿麻，嘴一个。这首歌是晴天吗？这首歌叫。那个七里香，这是四八吗？咱不是，是因为我前面开了一个小灯，想让我的脸看起来没有那么憔悴，但有点亮了，其实，感觉有点过曝了。雨下之夜，我的爱依旧，就像雨水。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Mute 很好听，谢谢。你说什么做什么，别表白，真对我好。你的体谅和包容，并不是想。你的恶搞并不好笑，你的绝招是骚扰，是骚扰。哦，我搞到 vocal 了， vocal， 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 vocal， 算吧，算小 vocal。有，算呀，真的吗？但是其实比起那些唱歌真的算会唱歌的，那还是差得远了。对，差得太远了。慢慢进步吧。窗外的天气，你们今天来干嘛？周日是不是有公演啊？你们在干嘛呀？我感觉这个灯它太亮了，照得我眼睛晃得有点难受，关了吧。关了是不是很丑啊？没啥差别，那就这样吧。那个灯，它照了我眼睛，有点难受。坐车坐了一天，刚回家，看会直播就睡觉。我今天其实本来想睡一整天的，然后我4点半的时候，科科和那个小鹏轮流给我扣电话，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之后，他们说要去吃饭，我就心动了，然后我就醒来了。本来如果他们俩不找我，我都不出门了今天。然后就去小鹏的猫窝那边玩了一会儿，然后就去吃了个烤肉，叫什么来着？烧烤，叫很久以前那家，对，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回小鹏猫窝打了一两把游戏就回来了，算是一个愉快的周末。对，戴的镜框，因为我眼睛难受肿，然后。
眼睛难受，然后有点肿，眼睛肿的有点小，戴个眼眶会好一点。今天还是比较放松的一天，眼睛去看了吗？其实不用看了，就是哭的，哭的。哎呀，我跟你们说，小抠现在越长越像个大叔，无法直视他了，像一只大叔，大叔猫猫。他的脸都变成电视机那么方了，他发腮，人家发腮是圆的，他发腮这样下垂了，年纪大了下垂了，变成小方脸了，又小抠。然后每次看到他的都是一脸大叔的样子，大叔的样子。然后莱恩就显得活泼多了，年轻的朝气。小抠就是那种，就是这样子，盯着。喂得太好了，小鹏很宠他们，把他们俩，还有油淼，他们养得很好，对，皮毛也很好。就是小猫咪就是富养，你们知道吧？富养养得比人好。小扣的脖子都快看不见了，脸是方的，你知道吗？特别方。但我还是不养猫，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怎么会负责的人，所以我还是不敢养。噔噔噔噔。我觉得没有牵挂挺好的，虽然说猫咪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快乐，但是我觉得想要快乐的话，撸撸别人的也一样。晚上好，然后自己不想有牵挂，自己不想要有牵挂，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出差什么的，也拜托别人去看啊什么的。对，养猫费钱，那是挺费钱的，你也是这么想的，先把自己养好。快乐和负担是相对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些快乐我可以去撸撸别人的猫，带给我快乐，比如得意，比如小扣他们。谢谢欧文的奶茶。今天夜蝶可以点歌哦，你们如果想听歌的话可以点歌哦。猫吃的比人那都没有。哇，谢谢海参的夜蝶，海参想听什么歌吗？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要保密，保密。咋的，夜蝶走一个呀？跟你唱个夜蝶吗？你要听夜蝶吗？一个人唱夜蝶吗？那屏幕前的你们唱妹妹。这加载好慢呀、啊！唱什么歌都听，隔着屏幕合唱。哼哼。哇 ，DNA， 我的 DNA 就。哈哈。悄悄的，今晚相遇这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要保密。悄悄的，来到隐秘之地，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啊，月光在回。
不像我自己，妈妈如果知道一定很生气，秘密的就这样不搭理，就可以从清晨到天明。啊，仔细不曾遇见啊，啊，有酸甜有浓郁，别让我心急，我会带领着你来到你人生里。这不可以，不要前进，迎接神的指令。爱情总是深陷着迷情，我觉得呼吸炙热的情。你们在唱，你们唱，妹妹。夜空中电影。你们唱妹妹啊，记得和哦。你就会最后一句吗？我让你们在屏幕前唱，不让你们打字，你们自己跟着和就行了。你们怎么还要看歌词呢？你怎么还要看歌词呢？你们不是应该那个在剧场？你在剧场吗？小爱为什么不唱妹妹？我看起来我觉得我是姐姐呀，但我觉得我昨天很可爱，不知道为啥。我昨天可能是那个丸子头的原因，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可爱。哎，我眼睛跳了，右眼跳。可能是没睡好。轻点，这是在干嘛？眼睛跳的话，用力的打一下手，他们就说就可以去掉那个不好的，因为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我就跳的右眼。啦啦啦啦，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老人这么说的。哇，谢谢 ，Sun S U M 是太阳的意思吗？谢谢你的夜蝶。想听什么歌呀？想听什么歌？让我可以给你唱歌。有这种说法吗？老人以前老人有这种说法。我跟你们说，打自己贼疼，我这两只手都是互相的，两只手都是互相的。对话还记得吗？对话呀，还记得。但一个人唱会不会有点干涩呀？想听我一个人唱吗？想点歌的朋友可以那个一个夜蝶可以点一首歌 ，OK， 那我就唱了啊。我看需不需要升调，如果太低的话我就升个调。Hello。没有一个架子可以给我放这个歌词。一个我假装热爱快乐，从不提醒别人的耳朵，可另一个我像是
一次的下坠，陷入泥沼中又后悔，逃不开痛的包围，还有几次机会想见上天使和魔鬼，日夜不停地拌嘴，分不清错对挣扎的滋味，而我到底是谁？不要再笑我，不要否定我，不要控告我，不要毁灭我，透明色的枷锁禁锢着我魂魄，让我洒脱，让我快活，让我不再折磨，不要安慰我，不要定义我，不要污蔑我，不要撕裂我在心里的恶魔，让它白得利落，让我爱我，让我恨我，让我做回简单的我。有点低呀、啊，要不要升一下？升个慢点。的下坠，陷入泥沼中又后悔，逃不开痛的包围，还有几次机会想见上天使和魔鬼，日夜不停地拌嘴，分不清错对挣扎的滋味，而我到底是谁？不要再笑我，不要否定我，不要控告我，不要毁灭我，透明色的枷锁禁锢着我魂魄，让我洒脱，让我快活，让我不再折磨，不要安慰我，不要定义我，不要污蔑我，不要撕裂我在心里的恶魔，让它白得利落，让我爱我，让我恨我，让我做回简单的我。陷入泥沼中又后悔，逃不开痛的包围，还有几次机会瞬间上天使和魔鬼，日夜不停地拌嘴，分不清错对挣扎的滋味，而我到底是谁？来吧来吧，毁灭我，透明色的枷锁禁锢着我魂魄，让我洒脱，让我快活，让我不再折磨，来吧安慰我，来吧定义我，来吧撕裂我，来吧撕裂我在心里的恶魔，让它白得利落，让我爱我，让我恨我，让我做回简单的我。太低了，没有劲儿，要升调。这个歌应该我再升升调，然后才能够唱出那个力儿，那个感觉。这个太低，如果太低的话，我就升不调。吓到我了，吓到我了，哈哈。石头，谢谢南桥的夜蝶，请问怎么点歌？你点了，你送了一个夜蝶，你就可以点歌呀。你想听什么歌？我应该站起来唱，应该站起来唱唱，我这坐着不好唱。在心里的恶魔，让他来的理我，让他。邓紫棋孤独 ，OK。OK OK， 可以。但是孤独的话，我好像第二段的 rap 比较熟，第一段的 rap 好像不太熟。我怕我等会儿第一段唱不好怎么办？要不第一段看看。孤独我之前表演过，但我唱的是第二段。噔噔噔噔噔。我试试啊，如果不熟的话，我就给你唱第二段，好吧？看看能不能开个原唱，唱一下。只等我下次有人能对我佩服，再约我下雪一次，害怕自己退步。你别停下，又不是救助，怎么不会唱这边？卡了吗？Hello， 那我要关了再开吗？好了吗？
那我重新唱吧。那我重新唱吧。是你眯的眼，雨飘的眼，早已交深了红的卷，我望着月亮，忘了是雨还是泪水，突然划过脸上，心淡淡自语，我却又听不见白天，我总笑容满面，为什么每夜我总感到难眠？自律和改变到底如何分辨？说要做自己，却不敢对自己正面。原来孤独是对我下，所有人都对我佩服，但越往下却一直害怕自己退步。你别停下，有个声音追逐，但这么精彩赛跑为何追逐？ Say with me， 那只是因为谁的心？我看着一路多少人都扑空，到最后怕自己也没什么苦衷，也背上了悲伤初衷。皎洁的月光紧接近歌，我可以给你唱，好听，谢谢。但是我感觉今天的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卡，感觉卡不上拍子的感觉，不知道是这个鼓点那个点怪怪的，反正。噔噔噔噔噔。其实孤独对我来说我还挺熟的，但我刚刚感觉一直有点卡不上，可能这个歌需要气特别多，然后我今天可能身体不舒服。那个气就不够用了，下次再给你们好好唱。梨花千代，你们卡吗？哪些能点，哪些不能点？你有喜欢的歌手吗？比如你只要点的你喜欢的就行了，没有什么不能点的，就是我不会唱的话，可能就不行了。就尽量选那个我会唱的。薛凯琪的有什么歌呀？薛凯琪有什么歌？你喜欢薛凯琪，还有别的吗？谢谢雪朗峰的奶茶，今天 B 站听我唱得很好，慕容雪，那还真不会唱。哇，谢谢凌峰的夜蝶。薛凯琪有什么？你是喜欢粤语歌吗？薛凯琪应该唱的都粤语歌吧。晚上好呀，南瓜车，慕容雪，苏州河南，哇，他歌都挺好听，但我都不会唱。他的歌我都好像不会唱哎。换一个人，除了薛凯琪，还有其他喜欢的歌手吗？林峰想听什么歌呀？林峰。对话唱在坐站在桌子上唱的那段很爽。哒哒哒哒哒哒哒，没事。还有别的歌手吗？喜欢的歌手吗？
五月天将军令，那你让我看看我会不会唱啊，不会唱的话就浪费了。其实我很喜欢将军令，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唱，我感觉好像不太会耶。可以听听，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一首吧。换一首，这个歌不会。再认真听歌，我好像在声乐教室比较卡，容易卡。我在等他换歌，他人不见了。Lady， 我感觉你点的都很难，我不一定能唱哦。Lady， 特别是我今天这种没有什么力气的，真的不一定能唱。试试啊，生命总不会只充满悲
今天。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离开一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你卸下。好卡吗？泪光太高了，尽力了，高音站起来唱，不是，是今天姨妈来了啊，不，今天生理期，那个用不上力气，使不上力，对，就是生理期的话，就会丹田使不上力，就没有力气。平时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在别的直播间都听到了，太卡了吗？我直播间疼。咱们不能在直播间讨论这个。不卡吗？他们都说卡，然后半天没有说话。彩虹泪光，我要是唱破了，然后隔壁的直播间听到了就很尴尬，怎么办？被歌声惊艳到说不出，我都快要断气了，你还惊艳到说不出话？拜托后面的人点歌点简单一点的，想要听难一点的，等我那个啥，等我好点儿。可能是有些人在隔壁直播间，隔壁的房间直播，在隔壁的舞蹈房直播就会听到。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噔噔噔噔噔。极限的表演会让人带来破音的感觉，而不会有人感觉到惊艳。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想听男的可以下次点。谢谢保安的夜蝶，保安想听什么呀？保安想听摇篮曲。困，你要这么快就睡吗？11点，真的吗？哎，摇篮曲有什么听好听的？我好像只会唱宝贝。摇篮曲。宝贝，嘿嘿嘿。我看看啊，女孩，有。莫文蔚唱的是不是？不是莫文蔚唱。张悬，我没有看那个999，对，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但我会关注我们的小马同学和秋如同学。唱给你听哦，保安。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是有人伴你想念。
知道你最美。晚安。好，谢谢保安的点歌，谢谢白胡子老爹送我的应援棒，谢谢。好啦，晚安，去睡吧，晚安晚安。 Good night。 社会人什么梗我也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社会，我是个小可爱。困了就去休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天天这么熬，真的不行，要上班啦。没有 JV 啦，他好辣，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从小不怕辣，辣妹子辣。输了，对，明天周一啊，好痛啊，我这个肌肉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疼，这个肌肉特别疼，哦，这两块肌肉还有我的大腿。社会人说我的是社会，我知道，但是社会人还有社会的猪叫小猪佩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俺也不知道，怎么的样子，吃太饱了吗？我这两天要好好休息了，这样子才能够恢复元气。我的这两天都在开始想我到时候机场身上要穿什么了。我的宝贝，我怎这样，哒哒哒哒哒，今天人怎么那么少呀，今天我要出差了。对呀，穿水桌，我的水桌是潜水服，你们看嘛，潜水服从头到尾包起来，连脸都不露的那种。辣妹辣妹，再买了再买了，再买衣服了，脸都不露，过分了吧。原来是绿头鱼全身霜，对，连脸都不露，到时候绿头鱼全身绿。我的怎么样？ Hello， 现在早吗？这个点，脸还是露一下吧，这么美不露是这个世界的损失。我有容貌焦虑哎，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觉得丑爆了。但是看到手机里的自己又觉得还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没有那没有，哎呀，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大家都是各有各的不一样，各有各的美，对吧？就是镜子里的自己黑眼圈会更重一些，就会比在口袋里要更重一些，因为这个是有磨皮效果的。对，既然是素颜直播呢，还是把美颜开上来吧，把眼黑眼圈遮一遮，不然看起来就很憔悴，不能太憔悴，看起来素但是不能太憔悴，对吧？养生养几天要不知道啊，养到舒服了为止。因为我本来其实是约了要拍东西的，就是约朋友去拍东西的，但是因为这两天实在是身体有点支撑不住了，我就跟他约在了拍完 MV 后回来再去拍东西。对，我和你，花晚安去吧。
NC 啥时候？什么 NC 啥时候呀？憔悴也是一种美。哇哦，你今天怎么送了我两个权杖？谢谢你，一个星星。MV 什么时候？我暂时好像还不能说，因为还没有人说，所以我不敢说。等到时候有通知了，我就提前告诉你们吧，在口袋说。哇，谢谢春江的夜蝶，艳赴春江的夜蝶。想听歌吗？想听什么歌呀？春江。嘿嘿，晚安，那个爱千代，梨花爱千代，谢谢你给我送的权杖。嗯哼，晚安。嗯哼。我今天真的，我跟你们说，戴墨镜出门再穿拖鞋，真的很像那种广东的暴发户。那种气质真的是无法想象中的，无法想象的清新脱俗。好卡呀今晚，因为我在舞蹈房，可能舞蹈房的网不太好吧，但今晚上舞蹈房没有人，很少能够在舞蹈房看到舞蹈房空的。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下了联合公演，3点多在舞蹈房还有人在舞蹈房练舞呢，三个舞蹈房都是满的楼下。广东对暴发户 no。 你在看不起我。对，我今天就穿了大裤衩啊，然后穿着拖鞋啊，除了没有穿大背心之外，我穿了裤衩拖鞋，戴了个墨镜，然后那个墨镜这边还镶了一圈钻，你知道吗？那个墨镜还是一个朋友送我的，上面镶了一圈钻。走在路上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然后手还做了指甲，满钻的指甲，手里拿着一杯星巴克，走在路上。然后最近就是那种放飞自我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们都是很提前的时候，小鹏三件套，今天就是跟小鹏一起的。小鹏今天居然穿了运动鞋，我都看不起他，就去楼下吃个饭还要穿运动鞋，我就看不起他。都是广东人，为什么不陪我穿拖鞋？我跟你说，昨天哎，刚刚给我送夜蝶的小朋友在哪儿？想听歌吗？然后昨天晚上，小鹏给我打电话，然后一打电话就，他一打过来就，我说。干哈呀，我也在，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哭，他说你好巧，我也在哭，然后我们就他在那边我在这特别好笑，当时的场面。然后我们俩就没说话，一直他在那边我在那边，然后他哭的还是那种这样子的哭，这样，然后我就这边然后他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你怎么哭了？我问他怎么哭，就是有点累，累啊。他说为什么？我们俩不同的广东人的感觉吗？哒哒哒。哭的眼睛都肿了，本来我的眼睛就肿。还记得我以前说我不爱哭，我现在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大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把10年来的眼泪都哭完了，等到可能过了这段时间我就好了。过了这段时间你们想看我哭那是不可能的事，绝不流泪，男人流血不流泪。哇，谢谢阳光，你的名字叫阳光吗？前面我不会念，这是你的夜蝶。嘟，你要听什么？你们 singer， 哎 ，singer 是歌星啊，你要听什么歌？
谢谢你们，太阳。Song O S O M G， 好的 ，My English no good， no good， no good， bad bad。不唱了，身体养好再说。哈哈，好啊，那留着吧。我记得你欠你一首歌，嗯。我身体好了，给你。阿姨，阿姨，阿姨。227的那个，我给你发消息了。鸽子馆，没有葱花吧？不是，是那个门那个柜子那个格子，我老推不进去了。哦哦哦。然后那个马桶那条圈它碎了。马桶明天给你换一个。好，然后那个格子你能帮我看一眼吗？我就是关不进去。227的。好，谢谢阿姨。我跟你们说，我房间到底有什么东西坏掉了？我房间真的是。坏掉好多好多，厕所顶灯，房间大灯，洗手间的那个冲水的，然后下水道也堵了，吹那洗澡的那个小棚，那个蓬蓬头也坏了，然后啥都坏了，门也坏了，厕所的门也坏了，什么东西都是破的，哎呦我的妈呀，再凑合凑合，凑合着吧。没有啥是好的，没有。好，谢谢。好像是你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吗？其实很少看到你这个 ID。嗯。噔噔噔噔噔。以前227对我来说是家，现在227对我来说是个宿舍，是一个栖身之地。我不在意它有啥。月底了，嗯，月底了，还有三天，我觉得我其实是凑不整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努力吧，能凑凑，不能凑算了。我是没有啥想法了，现在。你说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哒哒哒哒哒，可别来无恙。我说亲爱的，哎，怎么这么卡呀？是真的没有人说话了，还是我卡呀？之前弹幕我没有这么慢过呀，再怎么没人看，我也还是有人说话的呀。看来今晚上真的没啥人，看来今晚上是真的没啥人。嗯，好，下播前随便唱一首吧。怎么能随便唱呢？怎么能随便唱呢？没有卡，开着电脑打游戏听歌呢。听听看你们要听什么歌，我可以给你们。别太难哈，好，给你唱吧，现在给你唱吧。其实我唱的比较熟的就是周杰伦、林俊杰之类的。周杰伦有什么歌？随便来一点。卡了吗？现在？现在还行吗？哎，唱一首安静。是。
现在呢？这么卡吗？是口袋的问题。也不知道能不能好一点。重新开了。好了吗？现在？哦。嗯，好了，你重新唱吧。一半唱完了，卡住了，不是刚刚卡住了，你们不是没听见吗？重新开了一下，这首歌是安静，不是期待爱，期待爱是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还没发工资点不了，没事，过两天就发工资了。哇哦，谢谢松仔的夜蝶。松仔想听什么呀 ？You。想听什么？过两天，王嘉尔的我都不会唱呀。王嘉尔的我都不会唱，我都没听过他的歌。啊，你也签发工资？
我不知道是五号发工资还是如果五号赶上双休日我也得七号才发工资。好呀好呀，没关系。孤单北半球，好，我先把孤单北半球唱了，领风的。哇！我要咆哮了，五号周日那就得六号才能发工资。不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因为有一些人他的丹田的气都不够，然后唱歌又会非常的喘，非常的累，然后我现在体会到了唱歌气不够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以前唱歌气很足，我没有体会到唱歌气不足是什么感觉，今天总算让我体会到了。少了你的手臂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眼睛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啊哈，好了，今天的业务就到这儿吧，太累了，今天累累。那正好就剩下你一首歌啦，游戏君的听吗？什么快乐什么我什么什么不能说。哇，谢谢浮屠的权杖，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别看你只是一只羊，真的吗？你确定？真的吗？确定？唱，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怎么，你们认识吗？你们认识吗？别看我只是一只羊。不认识？那你那么激动，我还以为你认识呢。弟弟看的时候我跟着看，咩咩咩咩，我看看你们来说啥，是挺可爱的。你可以补上刚刚那首吗？哪首？哪首歌啊？我看我变成一只羊之后变成了老虎，我刚刚还是一只羊呢，现在就变成了两只老虎了，还是那个一只没有尾巴的那种。
真奇怪，两号。能啊，结束了，嘿嘿，唱甜了，当然可以唱甜了啦，看不起谁？我可是甜甜的声音，拜拜，太过分了。晚安，早点休息哦。咋的，你想点一首什么甜甜的歌吗？你以为我是烟嗓吗？烟嗓吗？嗨，晚安，你们困了就去睡觉吧。哦吼啊，体检，哼！你们怎么知道那么多儿歌呀？我都不知道那么多儿歌，还有什么甜歌？没有甜歌，我没有接触过甜歌哎，不知道什么歌算甜歌。宝宝巴士我不会唱，你们那是谁的年代的？哪个年代的？宝宝巴士 ，ring ring ring， 门前大树下有过一群鸭，这个会。黑猫啊啊，黑猫警长。好像只会一句，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唱，这些歌都太难了，嗯，太难了。哦，睫毛娃娃会呀会呀。睫毛弯弯我会，宝宝巴士是一个系列，看来我觉得我自己跟你们不是一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的，我是看熊出没的，大风车呀真呀真好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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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宝宝巴士是现在的吗？啊，我觉得你们老是在骗我，我总觉得你们在骗我，我没有童年，我感觉。我感觉我没有童年了，突然。天好看，地好看。怎么？七巧板好像看过。看过看过，好吧，我发现我小时候也是看过这些的，天地之间没看过。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小时候还看那个什么东京猫猫啊，然后还有什么火影忍者之类的，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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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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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对，我得身体好了才能唱，现在身体好了唱不，现在身体不好了唱不了。嗯，今天气的也不足，啥也不行。哎呦，今天气不足。噔噔噔，全身停在的呼吸声。再留两句我就下了，40下吧。继续儿歌，继续儿歌，我感觉我唱不出来了，嗯，没有力气了。明天吧，明天，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唱。哦，那行吧。既然你决定要点了，那我肯定是不会拒绝的。想听什么歌呀，这位点歌的朋友？欢迎来到小爱同学的点歌时间。宝宝巴士欢迎你。我要 keep 自己吐了，没想到的后续。不知道，弹幕年纪大了，弹幕说吧，那有什么可爱的歌呀？年纪大了，弹幕说吧。他说他自己年纪大了，不知道有什么儿歌。我好像也不知道有什么儿歌。弹幕年纪更大，真的假的？喜羊羊听过了呀，还有啥呀？儿歌。我看看，天马行空没听过，这不够，我听听儿歌300首，还有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你们听这个吗？还有虫儿飞，我给你们唱虫儿飞吧，它。儿歌，那就大王巡山吧，好吧。大王巡山。爸爸去哪儿？拜拜。你要去哪儿啊？早睡吗？那爸爸去哪儿吧。我要来恶心你们了，准备好了吗？
拜拜啦，有点头晕，我要去睡觉了。嗯，明天要就见吧。嗯，嗯，晚安，拜拜。嗯，嗯，我去睡觉啦。明天见。那应该不是我的，我的坏了，拜拜。